也将心酸放乎伊，往事难随意，怨叹伊别人的话，咱只要做家己。现实像酸风寒流，这一切无法度照天意。不如就想想好开，看好破路嘛无所谓。有什么烟气，甲金火甜蜜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什么烟气，甲金火甜蜜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若是几地点啊？你甲我讲，啊，米芳锁哦，是为着要救人才会讲遐话啦。既然是安尼，你敢加酒抓？加咯，哪有啥物唔加？天公伯啊，我是为着要救人吼，才会讲遐白菜话啦。我吼有影乌白讲，阿土啊，确实无做这落代志。我若讲半句白菜话吼，我会互雷公讲啦。我是为着在咧救人吼，我才来救抓啦。这摆无算数，你唔通把我救去。我是从遐叫阿土阿汉死。土阿汉啦，莫再砍条条啦！啊，你买这个面子就让你下了了去啊！我替你加烧水。太生气啦，死啦！我较清早爱互你食。好，食鱼好无？我就是领我要食鱼啊！莫遐尼啦，你生气，免食鱼。副总，如果吼来用鱼会当个鸟射出来吼，那恁边边的鸟咱就找得到咯。有啊。
我听人讲吼，一挂野鸟拢踮咧这个所在咧出入啦。咱若较有耐心的吼，踮遮等吼，永少一定互咱抓着。我嘛踮咧遮就好咧。我看哦，咱今日到这为止啊，明仔再过来看看嘛。好啊。哎，有鸟来啊！啊，对，这是鹰鸟啊。这想不惯呢。不等啦。啊？你还是弄我家己啊？鸟也有大路希望啊，明仔吼，准等我咱登顶。你的代志啊！我今日管一寡家己咧卖食的菜哦，要来甲你说声啦。哼，加菜你会晓今仔日赶来啦？你若无吼，我为着要替你赶白菜花，酒怎酒到遐尼啊重？唔知当时会去予雷公卡死啦！迄我都真想影食袂着。袂啦！恁雷公爹嘛知影我你是做好代志，啊你为着要解救我一条的性命吼，伊会将你哦所种迄个白菜花甲你除掉断送，有准算啊啦！好啦，你用个转去啦，我嘛搁要出来捧米芳呢。啊，你好啦，我来扫吼，这个。喂，阿兔啊，你爱会记的哦，块头遮济啊吼，无正当的所在尽量莫去。哦。你若敢搁去查某囝，互我当着吼，我着将我以前看到遐，拢总甲你呕出来。袂啦，我后摆唔敢去啊啦。我来扫，这个。阿兔，别过来坐哈。主干，你敢不爱了？要来参会，你讲，你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无？你想讲啥物啊，妹仔？我甲你亲，要不要讲？无，我真正无。无是吧？你家己听看。喂。
一切平安，都谢。喂，一切平安，都谢。你，我真正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我真正无。一切平安。我这是啥？我这是啥？我真正无。我做了，我绝对来当你耍。 王医生啊，哎，最近刚好秀秀的消息，你好啊，又困。乡长替秀秀去办出国手续，主要一点仔时间，我会随时替您注意哈。对了，拄仔恁困的时阵，恁主管阁有查水果来看你哦，讲欠你这个助手啊，一寡公务啊，拢煞袂点当。秀秀。 你哪会来啦？你慢慢哪会来？我是跑走出来。阿弟，我是希望讲，我才安尼甲你抱，我是希望时间永远不会停。 请问来我的诊所有什么贵事吗？我要来看工业去。哦，哎，我的病人今嘛等你休困呢，而且今嘛嘛不是回去的时间。啊，莫看病人，我来找阮查某囝，总无这个规定嘛吼。恁查某囝，哪会伫我的诊所呢？秀秀，英年，你妈妈来啊啦，我爸来啊，哎，先生，回家，你好，没注意。 阿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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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弟
你这是公然在讲白贼咯！哼！王叔，你的电话呢？喂？你伫倒位？你点么等我？我随来。尊娘，我对不起你，你紧离开这，离开土寮乡。我先怎离开？我伫这过了真好啊，我顶煞嘛开这，我为什么要离开？就是因为我伫这，所以你一定要离开这。就是因为你伫这，我更加袂用离开。尊娘，莫阁讲这呀，过去已经过去啊。假使你若因为我受着什么款的伤害，阿玲，我一世人拢袂安心的，你知影无？我还受着什么伤害？我已经无求到这种地步，敢若剩一点点仔心愿，他远远来看你，来关心你，啊，你较袂使哦。莫阁讲这呀，你安尼做是加我艰苦，你知影无？也毋过陈明雄伊毋是安尼想，只要你若继续留伫这，伊就会对你不利。伊是凭啥物对我不利？你会记得袂？几工前我互伊拍受伤，我去你遐治疗，你叫我回去以后爱打电话甲你报平安，结果互伊落着伊妈，伊知影人有咧联络，伊就肯定讲，咱一定有偷来暗去。春娘，你赶紧离开这，我实在足惊，我足惊你会出代志。我唔惊，我啥物拢唔惊。虽然咱有联络，但是咱两个并无做啥物袂见晓的代志。我无怨无悔爱一个人，佮有啥物唔对哟？唔对人是你，是我嫁唔对人。你离开伊啊，离开伊啊，该离婚，该离婚。
世人，我永远都无法度脱离过伊，都是我死。就算讲是为着我，唔通讲我为你烦恼好无？答应我离开这，你敢好问我？我最最爱的人结婚，别再讲啊！天啊！天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好无啦？什么？金锁有人来捣蛋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什么人做的？你有看清楚无？啊？拢戴安全帽，惊到要惊死啊！你哪会知什么人？什么人会做这款代志哦？才知的啦。看王医师的表情吼，我参照咱应该问伊较清楚哦。我唔知，我啥拢唔知。你讲一句话吼，就等于讲你知影。我看吼，你对我等下作弊咯。我无要追究啊，我嘛未去作弊咯。王医师，你较早道德甲勇气走倒去？我真是啥拢唔知。你敢是陈明阳的某？有啊。美丽，美丽啊，美丽啊，美丽啊！你怎么了？天哪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告诉我，他怎么可以把你烫成这个样子？他为什么把你烫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说话呀！我问你，你就说啊！你不要再问了，不要再问了，我为什么？我不让你走，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绝对不让你回去。你不要管我，你管不了我。你不说是不是？好，你不说，那我去找姓陈的混蛋。你不可以去找他，你千万不可以去找他。你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你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知道我跟俊良有缘吗？他就一口咬定我跟俊良有关系，他就把你烫成这个样子啦。可是。我跟俊良是清白的，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有关系，就算你跟他上了床，他也不能把你烫成这个样子啊！走，我们现在去找陈明雄，我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呢，至少还有我这个朋友。明明，不要，不要，明明，你千万不要去惹他。明明，你看，因为我的关系，俊良的诊所才被砸了稀烂。你要去找他，我怕他会对你不利啊。我不怕他对我不利，为了你，我在他面赔进去了，我都不在乎的。美丽。我这条命也是你救回来的嘛，在高二那年，我游泳抽筋，要不是你拉我一把，我不是早死在河里了吗？以前黑道人欺负我，我可以自认倒霉，可是现在，谁要是欺负你，我就跟他拼了。走，我们今天一定要去找陈明雄，否则的话，你迟早会被他打死。明明，明明，不要，不要，拜托，不要去了。明明，明明，不要。你怕什么啊？不要。喂，喊行喊行，是啥物风，把咱落脚面啊吹来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来，坐坐，坐坐坐坐，谢谢。美丽啊，啊，你要找朋友回来吼，莫也无先敲一通啊电话给我，嗯？我唔知通我准备好我甲你招待。我不需要什么招待。美丽啊，你就是唔听我的话啦。
迄个歹人的诊所去用乱吼，迄是伊的代志啊。谁叫你搁早去甲迄个歹人约会啊？我若是无对迄个歹人采取行动，安尼毋就是鼓励伊来破坏咱的家庭？肯定。而且我这个红纱嘛无尽着责任啊，嗯？哼！你敢真是唔知影，我偌爱你吗？啊，你哪会错到安尼啦？李丽，你想要把家己吓惊到安尼啊？啊？好，卡宾，你看，美丽是毋是无乖啊？一点啊，都无法度体谅，对，苦心啊！目睭呢呢看，耳孔哭哭听，憨憨等伊却无声。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，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老。美丽是毋是无乖啊？一点啊！无法度体谅我对伊的苦心啦。小弟我甲考一下。是是是啦，你慢休息吼。啊，我们都知道啦，你这样做吼，真的是用心良苦啦，完全都是因为爱美丽嘛。对对对。你安尼讲就对啊啦，美丽啊，你看，你交一个朋友吼，这么巧，这么聪明啊，你就是跟人袂比的啦。人我小讲一下吼，伊就通通通安尼，我根本就无需要搁加讲啥。对啦，刘嘉宾啊，你今仔日奈忽然间走来阮厝的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。敢真是无代志？啊啊，有代志，有代志啦！哎，是讲吼，啊，我知吼，啊，陈主席，你要竞选下一届的乡长嘛？那我跟美丽又是好朋友，所以，我想把我的泡沫红茶店提供给你做竞选总部啦。对对对对对，以前泡沫红茶店吼，不管是就足侪人客伫遐啦。是一个真好的古典，还够有。我啊，有啦，那个你们政治人物形象很重要嘛，我会把你跟美丽恩爱的情形哦宣传一下，这样子一定会很多妇女投你的票的。对，给他倒 Q 票哦，啊，唔该你赶快。哈哈哈哈哈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阮美丽吼，有你这么好的朋友。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今仔日无论安怎吼，我都请你伫咧阮厝内食饭啦，啊！免啦，免啦，免啦，我袂枵，我不吃了啦。袂枵，不吃了。今仔白食。嗯。你是今仔阮厝内饭菜有毒，你该偷袭是无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没有啦，不是不是。我是说吼，我怕看你们两个嫌伉俪啦。我怕你们夫妻恩爱的样子，我会触景伤情，我受不了刺激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你这个朋友啊，实在是足爱讲酸笑。好啦，记得你安尼讲，我就快甲你勉强，哈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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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先走了。卡细腻，卡细腻。红军啊，吼，唔通摔断去呢，哈！小明啊，有闲才较食来坐啦，哈！马明明，你真是没用，你真是个混蛋！你的神勇，你的豪情，都跑到哪儿去？在姓陈的，把你的朋友打得这么惨，你见了他就跟所有的无辜一样。可恶可恶！哎，我真是个孬种，我真是没用，我真是个贱货，我丢尽三个人的脸。哎呦，如果
管副主管来。啊，主管来，欢迎欢迎。哎呦，什么风给你吹来啊？歹势啦，今仔来吼，是有一点事事要拜托你啦。啊，你且讲，你且讲，只要是你主管的代志，就是我主妇报告的代志啊。啊，就为着我的同事江义庆啊。江义庆，啊，唔着迄个掠贼受伤的英雄。哎，今麦身体有较好无？好真济啊啦！难得乡长了，搁会记得伊，真是真感谢。这个少年囡仔吼，真优秀啊！我哪有可能记乎袂记的？啊，若有你这句话吼，我着安心啊啦。江义庆甲秀秀恋爱吼，你嘛真清楚啊。我看因两个人感情搁遮尔好，你嘛当大家面有答应因的婚事啊。所以我今仔日来是要讲亲情的哦，要讲亲情。我敢有讲秀秀要嫁予江俊杰？无咧，无这个代志啦。乡长，你袂记啊是？啊，无我用个上一天的新闻台调出来予你看。免啦，免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可能啦，我想讲过啦。啊，不过迄天我会安尼讲吼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鼓励恁建材士气啊。你无赞成这个婚姻？人江义庆哦，是一个有为的少年呢，就是有为的少年。啊，我为伊好，我当然袂用赞成的啊。这是安怎讲啊？主管，你想看卖咧啦？江逸庆甲阮查某囝秀秀，因两个人的身份甲背景，会用讲天差伫个地呢。因两个人若结婚，社会上的人会安怎讲？人一定会笑江逸庆讲是一个推卵仔的啦，靠查某人起家的孙仔。那呢，伊伫社会上这个头敢要搁其他会起来心？啊，若是阮查某囝，伊是一个有教养、有气质的人。伊若甲江逸庆徛做伙，江逸庆绝对会去予比落来。吴主管，啊，你若替江逸庆小想一下，一个查甫人，若是予一个查某人爬去你头壳顶，伊的心肝内吼一定会真无爽快。你讲对唔对？少年人咧恋爱的时阵哦，拢是痴迷的啦。为着因好，咱应该提醒。你讲对唔对，主管？主管，乡长话交话讲啊真清楚啊，啊大拢第一无用，我看。哼，政治固然是高明的骗术，但是迄是政治。乡长，咱即马讲，是你的查某囝，我知影。是阮查某囝的婚书，就是我的家来书。啊，若是我的家来书，就予我来做主就好啊。警察要处理的代志吼是足多的啦。我听伊讲，王医师的诊所这两天啊，予弄甲密密麻麻。主管，你一定真无闲吼，啊，歹势，无我卖耽误你啦吼。主管。娇娇，你也莫想遐济啦，啊，免艰苦啦。这朱荣乡长甲你讲遐个话吼，我早就了着啊啦。这政治人物的目屎吼，袂用相信的啦。啊，你也莫甲囥点心肝来啦。啊，这朱荣乡长嘛讲啊。那是查某囝的代志啊，谁知因啦？要啥物啊？得泡两杯仔来。要哪样要谁知因啦？我若看到义庆甲秀秀吼，遐尼失望，我心肝就足烦恼。因敢会想袂开哈？你免烦恼啦，啊，你都已经尽力啦。啊，像迄朱荣乡长迄款人吼，迄目头是看悬无看低啦。想要改变你的想法咯，无可能啦！也遐尼忝啊，第二日拢退休。两杯奶茶，多少钱？免钱啊，免钱哦。那遐尼好康诶！啊，不过有条件啊，去楼顶啉嘛。是安怎？不安怎啦？老娘今天心情不爽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嫌我态度不好啊？他不要喝嘛！算了算了啦，今仔日头疗乡，大家心情嘛无好啊。你两万你要创
啥啦？你创啥？恁爸吼，你家己也来放心啦。你起笑哟，爷我硬要去放心。前几工啊，你的应酬毋是拍无的，啊你遐找到咧目屎流目屎滴，你想讲叫你哭干呐笑？阿婆，是你刚找转来呀？我这后摆换腰嘞，是阮主管啦。卖讲这啦，落卡面啦。想要知影你的名号安怎转来，安尼我着讲几句话给你平反一下。阮主管哦，为着要甲你斗相共找名号吼，啊点遐行鱼啊啦，开罐头、订叉烧啊，安尼机关，遐周两三工嘞，真无简单才抓到你的名号呢。啊，即摆甲你啉两杯啊，才茶尔，也毋是要付钱给你啊啦。啊，你着点遐咕咕摸摸，主管啊，咱哦就是好心叫雷军啦。后边哦，莫插伊啊啦，我要走啊。两杯就够啊！你泡三杯，啊，搁一杯是要谁人啉？嗯，啊，看啥物啉，啥就啉啊。吼、哦，你的意思讲，若剩的要搁叫我停哦？我唔停啊！我这年岁这济啊吼，啉水啉伤济，暗时一直起来便所，我不爱，你家己啉。哎呦，米黄素啊，我自己开的红茶店，喝都喝腻了啦。那谁想喝？谁没得喝，谁就喝嘛。你哦，实在有影死硬的嘴杯啦。阿秀，伊就是讲妙哩哩的。多谢你咯。不用客气啦，饮酒的事情哦，谢谢你啦。嘿嘿嘿，安尼唔才对，安尼就敢那像是好姊妹咧，哎，有讲有笑，看到心肝偌好，你知无？咪咪，咪咪，好像是美丽耶。咪咪，你快看嘛。美丽，咪咪，哎呦，你来伤家呢啦？一定是陈明雄打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我送你回家，他不高兴，就把你打成这样啊？夭寿哦！啊，那咧拍狗嘛，不是讲拍这款的。我一定要离开陈明雄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进来吧，赶快进来。碧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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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碧莲。告诉你，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对，你坐下来，我们都支持你，不要怕。对，有我比旁说，你有你口，你什么都免惊。美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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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去甲看。美丽，到位，美丽。美丽，美丽，哎呀，美丽，嘿嘿，哎呦，主席啊，你安尼吼三更半夜私闯民宅，我是要来去看凤彩哦。我要找我的太太美丽啦，阿妮妮，把我太太美丽交出来。啊？交出美丽啊？那美丽是不见了。你别再给我报喜哦，你除了这个所在，我搬所在去啦。
无影的代志啊，免哪有这种代志，你莫听伊恶评乱讲啊，吼。啊，那无，阮明明哪会讲恁来阮家是要找美丽啊？是安尼啦，阮太太美丽吼，加讲要出去一下，啊，即马都已经几啊点钟啊，袂转去甲厝的，我着足烦恼的。啊，因为美丽甲明明是上好的朋友，我毋才会讲来遮找看卖。你才是真实的，实的啦，业主管，实的。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 啊，你若要找林某，都紧去呢。哦，妈咪，你若是好知影，你把美丽插起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嘿，你哦，偷看阮主管换衫的代志，我嘛是袂放你煞啦。警校，你若想要甲告吼，我会去作证，我也一定作证。 离婚哦，一定要申请去上单，连老哦，对象那个受虐妇女救援会哈申诉。我靠，美丽，这次你要拿定主意哦。对了，我主管对好你口哦，你做那边惊，要老婆哦，你早晚来叫我恁两个去拍死。美丽，你决定怎么样？好，我听你们的。 主管啊，这个什么救援会，敢真是有影会当帮助美丽，袂阁予因安放。秘书长，当然咯，你没听啊？刚才他们的执行长说啊，这次啊，他们非常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哦，而且啊，他们的荣誉会长啊亲自接见我们呢。美丽这次啊是出美玉贵人，一定可以帮他离开陈明雄那个混蛋的。哎，大家好，杨主管，秘书长。 马小姐啊，欢迎欢迎！啊，乡长啊，你哪来遮哈、啊？啊，我是土寮乡的乡长，啊嘛是吼、哦、妇孺平台吼救援会这个荣誉会长啊。叶主管，啊你唔是讲陈明雄的太太要来遮巡守，啊陈太太人呢？哦，伊两米高啦，我们已经派人去接他了。好啊了，诶、哦，各位啊，于美丽啊，这摆予陈主席吼叶太的代志，是由咱这个叶主管来激发的。 咱叶主管呢，多才俊英名，不但对咱土寮乡治安有功，伊搁再激发这个吼陈主席不法的行为，真正是咱土寮乡吼的土地婆啦。你唔通安尼讲，除了叶主管，还佫有一位是咱土寮乡吼上届热心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李芳嫂啊。另外有一位呢，咱千万唔通甲袂。 也就是咱泡沫红茶店的头家娘，也马小姐、大哥、陆卡米娜。咱马小姐哦，甲这个于美丽是好朋友啦，所以马小姐你咧讲的话吼，绝对拢是事实的啦。永定，这是家庭问题，你唔能犯政治化。叶主管啊，这你唔捌啊，人伫咧讲吼，江湖无行是袂出名咧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女人唔是弱者。 女人要勇敢向婚姻暴力对抗。全土寮乡的女性乡亲朋友，咱来共同来指责陈明雄以不法的行为。
陈明勇伊是新瑞乡代表主席，伊不但无以身作则，佮以强欺弱，以暴力来对付一个弱女子。请问，参像伊这种人，佮有迄个资格好做咱土寮乡的乡民代表主席是？这下真是西塘鱼尾代志大条了。各位，土寮乡在我的领导下，会用讲民风朴实，人人安居乐业。咱绝对袂当容允有一个人恶意要来破坏咱温暖的家园。为着要正义，为着公理。咱绝对爱为女性的同胞挺身而出。嗯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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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接，也无看到人啊。啊？不是讲好要来芙蓉会，哪会看无人影？楼梯头卡无人找到吼，也无看到人影。乡长啊，陈太太什么时阵才会来？今日就来啊啦。好，安尼。各位，各位，各位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不是讲，伊迄两天去予陈明勇入胎，啊，要来妇女会求保护，啊，因两个怎么样？哪到底哪？我嘛都想要知，这是为啥物啊？目睭睨睨看，耳孔哭哭听，戆戆等伊脚步声。每一人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，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因两个怎么样？哪到底哪？我嘛都想要知，这是为啥物啊？我着听伊讲吼，有人发起一项新源的活动啦，啊，我身为乡民代表会的主席哦，一定要来共襄盛举啦。我毋则来招我的太太美丽吼，来遮甲大家助阵啦。哼，陈明雄啊，你傻蛋的红口白牙的放狗屁啦！我们今天啊，就是来揭发你的恶行，还有你那个假仁假义的真面目。马小姐，我陈明雄热心公益。共襄盛举，你哪出口上面？人讲吼，惊某大丈夫啦，啊，拍某低高。你家己有做什么亏心事啊？无吼，心内有数啦。美丽，你过来，有乡长给你撑腰，你不用怕这个卑鄙的小人。对了对了，你放心，我伫个。明明，你怎么重伤明雄呢？我重伤他？哎，美丽呀，亏我还把你当成最要好的朋友哎。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吧！昨天晚上是谁被陈明雄打得遍体鳞伤，哭哭啼啼的跑到我们家里来，要我们帮助他，赶快离开陈明雄的。哦，那也怪罪了。事实胜于雄辩啊！我们只要请大家看一下美丽身上的伤，大家都知影啊。对对，我请家里看管的，我都知啊。哦，我痛。你要看正手。我揪开给恁看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各位记者朋友，恁看清楚，阮太太身躯有伤无？没有啊，无啊，那么伤啊！全土寮乡的乡亲哦，拢知影我陈明雄是一个爱母为母劳、惜母为母苦的人啊。阮太太若是拍一个脚掌哦，我的心肝内都会疼几落工啦。我要哪有可能出手来拍我上心爱的太太？叫我看哈，一定是乡长的选举得要到啊，所以有人挑工要来重伤我啦，想要破坏我的形象，让我无法度参加乡长的选举。也不过，我陈明雄绝对袂让这款小可代志来拍倒去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参加今年年底乡长的选举。我虽然哦是身兼这个业台妇女的救援会荣誉会长啊。啊，不过我绝对无可能哦，无中生有的嘛。这样代志哦，完全是业主管的意思啦。业主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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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搁要向大家宣布一项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主席，主席，什么好消息？就是咱土寮乡的派出所吼，在业主管的领导之下，要开始整顿咱土寮乡的治安啦，为民服务啦。我会记咱业主管第一天上任的时阵，
拄到咱有一位乡民张太太，着急要生产。当时因为讲吼无救护车啦，所以业主管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吼，感觉真困难。就是因为安尼啊，本人决定讲吼，要捐出一台救护车，予咱埔寮乡的派出所。主管，这是这台救护车的钥匙，这是我个人啊一点啊心意，希望咱土寮乡的派出所有这台救护车以后呢，会用帮助更加侪需要帮助的乡民啊。有钱的乌龟打三倍，有钱好办事。有了这辆救护车之后，他又变成我们土寮乡的大善人了。三叔先啊！感谢你一天哦，阿嫂我去便宜，我平平安安生这个早起，我决定给他取名叫做念恩。大家拢是埔寮乡的乡亲啦，吼，互相帮忙斗三工，这是应该啦。而且生囡仔哦是喜事呢，那天我会用送你去便宜，是我的福气，我的福气啦。陈主席，麻烦你这个抱着小孩，让我们拍几张照吧。啊，无乡长啊，来来，到底你上，你上，啊，乡长，你上吧。哎呦，这古锥啊！哈哈哈！你上，啊，我算到三，你就行哈。一、两、三。小弟。伤心歌哭无声，点点送你我头行。明明心疼那倒挂，笑笑目屎转手打，感情路咱行到这，硬要继续只有加拖磨，放你自由去快活，较艰苦阮来担，含着批单将阮所有的心声，讲予枕头听。一段袂煞，已经几段淡了又淡。免人难为，免人烦，放好脚步管家大，天天行到达，拢有音乐声，亲像在叫你的名。不知到底要安怎，伤有情甲捡袂捌。目睭黏黏看，耳孔酷酷听，憨憨等伊脚步声。闽南人为闽南话，放好脚步管家大，天天行到达，拢有音乐声，亲像在叫你的名。不知到底要安怎，伤有情甲捡袂捌。目睭黏黏看，耳孔酷酷听，憨憨等伊脚步声。目睭黏黏看，耳孔酷酷听。